家好，我是廖瑞英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我国创世神话里的男性神奇盘古。我国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，主要的关键是因为物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变。远古时代，人类食物的来源靠的是捡食采集，女人的体力就足以应付了。但是从采集转而狩猎农耕，这就对具有先天体能优势的男性较为有利。因此男性很快的就成为新的社会主角，跃上了历史的舞台。盘古是我国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盘古神话代表进入了父权氏族社会之后，人类对于宇宙开辟和万物起源的一个推想。一个伟大的男性英雄以巨大的气魄、强健的体能继续创造宇宙万物。盘古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六韬大名。盘古之众不可动也，动则必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从盘古时期留下来的东西是不能够擅自去更动改变的，动了就一定会有报应惩罚。有关盘古形象的描述有人的头、龙的身体，或者说是龙的头、蛇的身体，或者说是龙的头、人的身体等等。总之呢，也是半兽半人的形貌。盘古的传说在古老史前社会时代应该就已经存在了。西元1965年到2000年之间，大陆的云南发现了一批苍原的岩画。据专家考证，这幅岩画是距今20000年前原始人的作品。画作的内容里有一个人的头上发出太阳耀眼的光芒，左手握着斧头，右手拿着木拔或者是凿子，两腿直立，傲视一切。这个形象就好像盘古立在天地之间，用斧头劈开了混沌，开天辟地的传说。可见盘古神话的信仰由来已久，已经是极为久远了。但是盘古神话建筑于文字的记载，却晚到东汉后期三国时代才广泛的流传开来。远古传说天地是由盘古开辟出来的，那么当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，我们宇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这不只是远古人类在面对洪荒世界最感到好奇跟疑惑的问题，就是到了战国时代，屈原在《楚辞·天问》也提出了质疑说，试问远古最初的形态是谁把它传述下来的呢？天地还没有形成，是根据什么来加以考定？宇宙一片混沌暧昧，谁能够推究其中的原因？大气弥漫，没有形象，是根据什么把它辨识认清？白天光明，夜晚黑暗，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分明啊？阴阳二气互相的参合，化生万物，到底哪一个是本源，哪一个是演化？天体的中央四面八方，它们是怎么安放？怎样相连成一体？天在哪里和地交汇？怎样划分出十二个星区？太阳月亮悬挂在什么地方？天上的众星辰又摆放在哪里呢？太阳早上从汤谷出来，夜晚在蒙寺休息，从天亮直到天黑，究竟走了几里路啊？这是见闻广博的屈原对宇宙万象所提出的疑问。这些深奥的天文地理问题，一直到今天都还是科学家们孜孜不倦探讨的知识。先秦以前，天或地是天界最高的主宰神奇，但是老子提出了在天地形成之前
道就已经存在了，它浑然天成，既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也看不见它的形体，寂静而空虚，不依靠任何的外力而独立长存，回环运行而永不衰歇，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。天地万物都是借由阴阳二气的互补调和而生存的。所谓的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汉代对天地宇宙的观念承袭至先秦，又加以发挥引申，认为天地自然是由阴阳二气的演化而来。古代人认为神人伟大，秉天地而生，那么开辟天地、创生万物的大神又是谁呢？根据《淮南子》这些古籍的记载，先秦的时候具有创世神格的是东皇太一和女娲，但是到了东汉的中后期，原来掌管天地开辟天界最高的主宰神祇东皇太一的地位逐渐下降，也因此为新的开辟之神的出现提供了空间。汉魏以后流传非常广泛的盘古，于是就逐渐挤掉了东皇太一，成为了开辟之神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盘古神话传说大量出现在汉代以后的古籍的原因。关于盘古神话的渊源，目前的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认为盘古神话是来自于《山海经》海外北京的竹音，也就是竹龙神话，因为里面讲到昼夜的形成是因为竹龙张开眼睛是白天，眼睛闭上是黑夜，吹气就形成了寒冷的冬天，呼气就变成了炎热的夏天。这样子的内容和徐整在《山武历记》所记载的盘古传说，盘古开幕成昼，合幕成夜，呼为暑，吸为寒，相当的类似。也有人认为盘古神话吸收了苗族、瑶族的盘户传说。盘户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族传说中的神犬，也就是一只狗，是苗族、瑶族传说中的祖先。现在的苗族还保留着神母狗父的祖先源流传说。甘宝的《搜神记》说，相传在高辛氏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妇人住在皇宫里，她的耳朵得了病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医生帮她治疗，从耳朵里取出了一条虫，大得像蚕茧。老妇人把它饲养在葫芦瓢里，再用盘子把它盖上，这一条虫不久就变成了一只狗，它的身上有五色的文采，于是就把它取名叫做盘户，把它饲养起来。当时候戎族的吴将军啊，势力非常的强盛，好几次的侵犯边境，高辛氏多次的遣兵带将讨伐，但是都不能够取胜，所以啊，就下令，如果有人能够取得吴将军的首级的，就可以获得千金的黄金，赏赐一万户的封地，还要把小公主嫁给他。后来盘户竟然咬回来了一颗头颅，高辛氏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吴将军的首级。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？群臣都说盘户是畜生，不可以封给他官爵跟俸禄，也不能把人许配给他做妻子，就算是有功劳也不能有所赏赐。小公主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就向她的父王说，先前代王既然以我的终身许诺过，现在盘户咬着头颅回来是为国除害，这是上天的旨意才让他这样子的，这哪里是一只狗的智慧力量所能够办到的呢？一个在上位的君王要重视诺言，称霸的人要看重信用，不能因为我微小的身体而在天下人的面前违反了承诺，那将会为国家惹来灾祸。
高辛氏听了小公主的话之后，感到有点害怕，就答应了遵从先前的约定，把公主嫁给了盘户。盘户于是就带着公主爬上了南山，进入了山谷。过了三年之后，盘户和公主生下了六个儿子六个女儿。盘户死了之后，儿女们自相婚配，结为连理。盘户的这些儿女们穿着五彩花纹的衣服，蹲在地上吃饭，喜欢山林，厌恶城市。高辛氏后来就赐给他们名山大川，称他们为蛮夷。这些蛮夷就是盘户的子孙。现今大陆的苗族、瑶族都把盘户当成是人类的始祖，每年有祭祀始祖盘王的习俗。他们把盘户视为开天辟地生乾坤，生得乾坤生万物，生得万物人最灵的创世之神，说他是种种文物器用的制作者。于是盘古传说就和盘户传说结合为一，成为民族起源的神话了。空中大讲堂，我们下回见。